好，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插播最新消息。为国民党披上战袍去嘉义选立委的刺客陈以真，他内定接掌青辅会主委。另外，我们也收到了最新消息呢，是现在传出龙应台将要接任文建会主委啊，是龙应台传出接任文建会主委。不过现在呢，恐怕还要等到这个陈冲内定的行政院长公布之后，才能够再做最后的确认。好，其实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哈，这个运鹏会觉得很意外吗？觉得这个安排如何？你说接下来这两位陈以真跟龙应台，我对他们人没有意见啊。我的原则是这样，只要不要是公务员文官转任政务官，那总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做的好坏是后面的事情嘛。对，所以你说找陈以真，人家这次替国民党有战功，即使他没有当选，那龙应台他也过去也有很高的名望了，所以只要愿意接，我真的是像蓝轩讲的一样，还有刚辉文讲的一样，现在要接政务官不容易啊，外面的人谁要来啊？但是如果你都用文官去转，譬如说现在的那个我很不看好的经济部跟经建会，他们还是公务员出身的，在那边，那他不太容易有创建。那如果外面来的可以有新的气象，而且跟文官相处得不错，那是好事啊。那如果他们还可以生存很久的话，是以后才会鼓励更多的业界的学界的人才到公务员里面，刚公务部门里面当文那个政务官嘛。我认为 OK 啦。我看法是不一样哈，这个可能玉明忘掉，目前评价最高的是一个一辈子的公务员，那个人叫彭淮南，你不是打个副总统嘛，所以公务员体系出来不表示就没有创建，不表示就是保守跟守旧，要每个因人而异嘛。有时候外面找进来的人保守一堆啊，你们民进党政府不是外面找的什么杜正胜啊，但是你去找保杜正胜就太不保守啊，是吗？对不对？就是说你当然品质有跟方向有问题，所以你要因为这个个别考虑啦哈，你很难去建立一套规则去做。那蔡文，我想跟你请吵架一下，就说我为什么反对文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你就不要有政务官了嘛，以后就文官升就好了。所以文官哦，有时候会变这样，因为政党会轮替，总统会轮替。如果国民党先重用我，那我一个次长，文官次长，我也想当部长，我老拜的，我就私下去勾结在野党，那这样文官永远不会中立。我是站在这一边，你不要把人心都想那么坏。如果照你这个标准的，国民党敢用陈冲吗？我就是人心如此嘛。他不是在你民进党政府里面混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话都不能这样考虑。陈冲也是标准的文官出身的，他也不是什么政务官的政治人才。哦，那你再说江宜桦，如果硬要把大学教授算是公务员的话，公立大学教授公务员的话，所以不能这样考虑哈。我觉得用人呢、这真的是要五花八门。为什么？因为部会大哈，人都嘴杂。蔡委员，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当然龙应台还不确定了哈，但是现在已经有传出他接这个文建会主委，是不是表示说接下来他就是文化部部长哈？在此外，就是说青辅会主委现在是说内定陈以真，那青辅会的这个组织是不是要经过整并？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接下来如果时间立法院的速度够快的话，应该在今年7月1号就要并到教育部里面去。所以这个青辅会主委是最后一任青辅会主委。我的那因为青辅会主委有个用任用一项有个惯例啊，尽量不要超过40岁哦，这是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啊。像运鹏大概可以了哈，很年轻哈，接近了哈，所以有这个惯例啊。7月1号之前没有40岁，我还不行，我快30而已，稍微年轻了7岁。所以有这么一个惯例在，所以青辅会主委基本上要找人就过渡一下哈、我想也有时候也蛮难找了。那陈以真刚选完嘛，学经历也不差，那年龄也适当哈、所以这个时候派他到这个地方稍微历练个几个月，我想几个月里面也不会做什么重大决策嘛。而且青辅会的预算是在平常心讲，在各部位里面为什么并到教育部里面去哦？那本来拿出来，当年拿出来的时候就有点怪怪的哈、是还是要回归去啊，教育部长去管，所以以后是蒋部长去管的，好，所以这一点大家不用太考虑太多了。是，举证其实过去这个龙应台也曾经在市府任职嘛。对。那国外的话，如果说是文化部长的话，通常都是这个文艺界的人士。那龙应台其实也还蛮符合这个条件的。对，我觉得这个文建会龙应台他是看起来是真的是比较有一些大开大合的一些做法，但是他也有他比较被外界视为比较偏执的一些个性在里头啊，这不这个是不在话下，这个外界很多的这个评论，我是这样看啊，这个文建会啊，文建会刚才大家都讲说啊，不管是政务官也好，从外界找来的也好，或者是内这个常任文官啊，然后来干到这个政务官的啊，到底能不能鼓励像南轩说的，就看起来马政府好像要鼓励这个政务官是要多做多说啊，我看
希望是这样了哈，希望是这样。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多说多说，而且很有政治细胞的前文建会的主委甚至人啊，他说的也多，做的也不少啊，对不对？可是长官没有挺他，最后呢他就下台了。那个案子后来我事后研究，好像其实梦想家的问题不是像外界所想的什么两天花掉2.15亿，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啊，我只是再回到说这个文建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是曾志朗不愿意做，或者曾志朗觉得他有什么阶段性任务完成，他完成什么阶段性任务，我也不是太了解啊。所以我觉得他本来就是派系临时接手。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讨论。休息会先进广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